许鞍华，香港影坛 icon， 商业大潮中的特立独行。我有一个调子，拍戏嗰时一路喺度揾紧嗰个 action 嚟 fit 个调子，唔好犹豫，直觉。日常生活中的细致关怀，同观众拉到比较近，但系又唔好近到太主观咁样。其实你啲人睇戏，点解会好觉得好睇唔好睇？其实你睇第一次嘅啫嘛，即系你个第一反应嚟噶嘛。香港有个许鞍华，10月6号至9号，每晚爆谷午夜院线。